道学认亲模考防范方法。一、前言。感谢天恩师德，老前人，前人圣德庇佑，衷心点传师慈悲提拔及各位点传师的厚爱，让后学有幸能在天道世界中发表一点浅见。大家在道场已历经很长的时间了，也都有一段心路历程，对于道场的运作、规矩、伦理纲纪，相信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，对于道场中的人事、是非或同修间的摩擦、理念上的不合，都有行迹可循，皆可转念平息。上天给了我们最尊贵的道，指引一条最捷径的路给我们走，至于在环境上、人事上、心境上的一切困难，都要靠自己的智慧去突破，以历练我们的应变能力。有鉴于近年来怪力乱神之事层出不穷，而且已入侵至道场，后学智慧有限，生怕讲得不好、不圆满，辜负中心灵点传师的慈悲提拔，各位前贤的厚爱，既已成命，唯有全力以赴，希望后学所讲述的重点不会相去太远。首先，后学引述今年六月份在花莲瑞穗举开的坛主讲师班，活佛老师慈悲灵坛所批的训文，与各位前贤互相探讨，就可知道现今时刻模考的严重。即勿忘与环群魔齐飞舞升降之关键，智者脱网罗惨惨惨考验修道子，扪心自反省持戒离诸恶魔君似呼啸，贪吃妄想背叛探探做贼为孽子，幕后大喜刷会悟清茶之术流飞就近，旁门或人眼醒醒醒莫做魔孙子，暗淡逢明灯接引万人家的亘古秘宝，方寸根灵牙哈哈哈修把教牙子，无奈济公活佛领了指龙至佛城进门一叩，黄圣荣问声爱徒可安平哈哈，种种征兆早预告暴风雨前小动摇，头脑清楚莫盲从，幕后到考魔也考，修士谨慎智慧判佛魔拔河在今朝，正气凛然驱邪气大刀阔斧斩除妖，牵一把而动全身一触即发排山道，拨乱反正人有则退缩不前非英豪，怎可袖手冷眼观为利是图上计较，从之所生物先腐祸乱之缘由心造，莫言与我无关系事，观众大可明晓，护持天命的书圣鬼怪岂敢瞎胡闹，国外异象纷纷起，国内戒备不受扰，神道社教刺激俏，先说后应莫轻瞧，感恩心存不由调，尊敬先佛恭心表，护持道场的清净坛主讲师职责挑，临危不乱处不惊，正知正见习浪涛，二清净己心莫者形象，在天道道场里，神道社教是天道殊胜之一，借窍开杀只是权宜之计，目的在其化迷津，引迷入悟，自从大道由老前人传入台湾至今，已历经一甲子，在诸天仙佛搭帮助到慈悲成全下，人才一批批出来，让天道在短短数十年中传遍世界各国，
也因大道普传道亲人数众多，难免素质良友不齐，少数贪心妄想之辈借机作庸山头，称师作祖，鱼目混珠，扰乱道场，导致正道混淆，影响众生慧命甚巨。因此近年先佛一再训示魔王已出世扰乱道场，社会上许多神通灵异渐渐入侵道场，面对这些神通灵异要能不贪不妄，面对冤欠则无求无忧无惧，只要诚心叩求，实心忏悔，加紧行功立德，恳求老母慈悲赦罪，切勿轻易求助于神通灵异之事。有人说这些灵异显化也许是弃天神仙来搭帮助道，或是受济公老师所指示。事实上在天道道场中对三才有一套严谨的训练与要求，若非身心清净之翘首，一个正义凛然之神佛是不会借用的，所以真正之仙佛是不会自斩佛格，而借一般道亲或非道亲来扰乱佛规，而南海古佛、弥勒祖师一样不会胡乱借窍，唯有正宗之先天佛堂与三才，加上适当之因缘，先佛才会以此神道社教来开示众生。其实天道不以神通来摄受众生，而强调认理归真，即是要与神道划分，因神通并不是仙佛才有，阿修罗魔王山妖水怪的神通亦是非常惊人，所以用神通来摄受众生，最后会产生佛魔难分的情形，所以道场中的显化都是初步接引，然后再以道理来成全。显化只是一帖起性的药方，当道亲对道有了认识与信心之后，当然不必再服这帖药了。所以那些自称神仙来助道而借窍显化治病看因果的，都是来扰乱道场，混淆天道弟子视听，失去心中定见而落入魔王所设的圈套中。仙佛借窍是为了成全道亲，教化世人，在道场上有人仙佛看多了，起了贪心妄想，也想被仙佛借，尝尝那种借窍的滋味与尊贵。观法律主慈悲说，现在许多的道场已经陷入了一个考验，者行者相的考，者仙佛的考，来者是佛还是魔。几年前仙佛早有明训，以后借窍的会是谁呢？乱借窍的坛主、讲师、办事人员。观法律主慈悲说，这是老天借的一场考验，这借窍之事就犹如身担天命的点传师一样，他若没有遵照天命经线，他就是在外面称师作祖，这跟外面的鸡同没有两样。注意，魔也是领命来考你们的，会非常非常的妙，你生病了，他摸一摸就会好，以后真正的仙佛他不会再借窍，而是一些有位之人。为何是魔来借窍？是心魔在作虫。观法律主所说，以后真正的仙佛他不会再借窍，因为假的出来，真的隐。所谓有位之人，即是贪心妄想之人，因为心念偏邪产生心魔，引来外魔。观法律主又说，若是天命经线一断，即遭阿修罗的考验，倒不怕你办不好，只怕你办坏了，幕后一场是智慧大考，
有贪心、有妄想之人，先佛告诫他不听，他就是魔。观法律主慈悲，不但讲得重，而且明白，希望大家谨慎。参，认清真假，破相明理。金刚经云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漏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我们固然可以用正确的理念来破斥假祖假师与神通灵异的假面具，但是若记得世尊所言这几句真言，就算今天是真祖师、真的老师显化在我们面前，就算是龙华大会在眼前开演，只要我们一日未修得圆满，正道成真，就算见到了老祖师和老师又如何？老祖师是香，老师又何尝不是香？既然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除了本性，一切都要放下。所谓破相明理，也唯有明理才能破相。在此末后之际，虽然诸天仙佛打帮助到，当我们认清明路之后，连仙佛的相亦要破，更不能执着了。在此列举数例，后学所知及现今道场的怪异现象。一，称师作祖伴收缘。修道最怕的就是起贪妄心，贪妄心一起就落入了魔王的圈套陷阱中。曾经有一位前人辈的前贤，在师母归空后，受种种奇异显化的助导，加上道亲的附和，竟声称成领师母天命是师母天命的代表，而否定其他祖先前人之天命，造成许多道场中不明理之道亲前往投靠，造成道场的不安与纷乱。也有贪执道明道利的资深点传师，在老前人前人归空后，自己升格当了老前人，而不承认老前人前人，甚至妄言拥有天命，而任意放命提拔点传师。也有许多资深点传师因误解老前人归空前的一句话，能办则办，不能办则守，而在老前人归空后，从此不再办道。也有某道场之坛主声称数次在梦中受老师托梦，表示现在已经没有天命了，道已经止度了，不必再办道了，乃向点传师前贤转达老师托梦之事，而点传师竟真的相信了，从此不再办道。还有某大道场之优秀坛主因迟迟未受前人提拔，心生不满，便借由学习而来的卜卦命理之术，邀集有志一同，知道清出走，加上也的确具有一点因果感应预言能力，竟自称领受上天无形真天命，自称老前人，自行训练三才，专拉别的道场中认理不清、执着行香的亲口道亲来壮大其身世，甚至对外声称只有他是直接奉老母之命来办三曹普渡的大事，其他祖先只办人曹以不服天时紧急之意，故其以大量又迅速的方法来渡蛇精、狐狸精、善魂、弃天仙，以印证他天命的真实性，来诱惑认理不清的道中前贤。另有所谓的白羊三祖，居然表示十八代祖师尊师母所传三宝已经过时，他是上天派来十九代祖也传三宝，不但点到一事不同，
第二宝更变成十字真言。还有过去的中华灵教、天真灵灵道、幼师在彼处等等，多的不胜枚举。此种以天命真假，有无利用灵异神通之术来争夺道场道亲的行为，多年来也的确为白羊道场带来一场模考的灾难，已不知有多少道亲因不明理、不能认理实修而断送慧命，多少的玄祖因修道子孙的迷失而坠落万丈深渊。以上数例只是单纯举出现今道场的确有此惑人耳目心念之乱象，千万不可心存贪望好奇攀援之心，才不会落入魔王所设之圈套陷阱中。二、执着感应现通灵。有人说，我看到仙佛，听到仙佛跟我讲话。既然魔要考你，你所看到的仙佛难道不是魔所变化的吗？你所看到的都不能确定佛还是魔，更不用说是声音。如果仙佛可以随便借人的耳目来传达讯息，那道场也不必这么辛苦来培训三才。神道社教又如何称为天道之书圣？仙佛又何必说这是上天所赐的一盘妙机？仙佛教我们要遵守佛规，当然仙佛自己更不会去坏此规矩。也许你在灵通当中所看所听似乎勾具有理，找不出破绽，这也是魔王高明之处，让你完全信服之时，一切就任由他摆布。在白羊道场中，一切以天命为尊，不但人要遵从，就连诸天仙佛都要护持此天命。没有天命的道场，或没有受命的人或事，仙佛是不会降临或护持的。佛堂请坛外面办，有道亲证实他的亲家那边的佛堂竟然可以在佛堂请坛，而到求道者家里办道。某道亲儿子在一场类似道场活动中莫名其妙被带去点掉了，而且不必功德费。读经班小朋友参加学校活动，结果全班被老师带去求道，功德费由老师带出，每人100元。当今世上怪事百出，无奇不有，只有你不知道的事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道是如此殊胜宝贵，谁修谁得，谁犯谁成，普渡至今成道者不计其数，皆可为我们做见证。把心定下来，深入探讨研究，要做觉者，不要做愚者。怀疑是你的权利，相信是你的福气。四、智慧明辨紧握金线。魔王的法力无边，莫说一般道亲和坛主讲师无法招架，就算点传师，甚至前人若无高度智慧亦难幸免。魔王最高兴的就是遇事不用智慧解决，而求神通灵异不挂，一次灵，二次准，三次心就着魔而难分真假了。魔王尤其喜欢那些不听话、不配合、自作自专、喜欢到处跑、乱窜坛、四处凑热闹之人。白水圣帝说，修道要跟随金线走，不要乱窜，要有归属感，在那里修道就要踏踏实实、安安稳稳、老老实实的修，只要心浮气躁，就容易离开了这个区域，离开了点传师，到处去云游四海。
天时紧急这句话，从我们进入道场就时常听千佛浅贤们一直在强调这句话的含义，不只是灾劫频繁，因果加速十二倍的催讨，大清算、大审判的日子来临，也意味修办时间缩短，考验加重。本来成全一个人才，可以三年或五年来养成，因天时紧急，考磨加重，也许一年二年就必须提到那个层次。所以真正有心修道的人，必须做好心理准备，接受无情的考验，尤其带领的引宝师坛主必须要有这方面的认知，在疼惜呵护的同时，也要让他明白天命经线的重要性，以及魔王的伎俩，考验的无情，以免沦为白羊道场的过客。五、面对魔考如何防范？活佛师尊慈氏坚持五步，远离魔窟。一步起心，心念不要起，不要有好奇心，不要好奇新鲜，人家讲什么你们听什么，哪里借窍哪里多妙，那就糟糕了。这都是阿修罗王发下战帖，要注意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邪思，这是重点。二不盲从，就是不要去盲信，生命是掌握在自个手中，慧命也掌握在自个手中，不要再以假乱真了。是是非非，搞不懂对方的来历，对方妖言惑众你就听了，盲信盲从是会坠入魔窟的，要注意呢。为师常讲，修道人不要盲修瞎练，这个盲自会把你引进魔界魔窟里去。若好奇盲性神通，通久了你的身体就会被这神通给占据，到时你的九玄七祖还有你自个都被勾出天盘，永压阴山，为师不是吓唬你们。三不看听，不看来路不明的讯闻，时间不要浪费在这上面，不要任由妖言惑众迷惑你的心，紧闭你的耳目，守住你的心就好。四不言论，自己不清楚的事情，不要加以讨论，不关你的事情就远避。五不着行，如何才能明理？就是要破相明理，不着行，不着相。这是在教你们如何抵抗魔力，远离魔窟，向魔王说不。六结论：道的殊胜宝贵是由学习、体悟而进入参半才能了解。若不时常接近大德前贤，参与大道场的运作，就不能明白前贤的心、前贤的精神及道场的方向目标，久而久之，心和方向必渐渐偏离，最后唯我独尊称师作祖，断了经线。在天道道场中不少这些例子。我们都是有智慧的人，尤其在天恩师德的加倍记诸天仙佛的著化，老前人、前人的圣德护庇下，中心点传师的睿智领导，道务必然会更宏展，道场更平安。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otofb=213796513693n7=gm2115981153085n=3n if=1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rofilepig 等于100兆076,9,029,6228 n faith 等于 gsnhc_ref 等于 r swat diva 六 t e x r e y e p s g 二 x g 零 bos 八 com_ n 零 c x p 五十七Kirk Jamp 67 SNDTI 等于 139781266045309ENHC_location 等于 group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13978126604309 permalink 211598181530285